阿華哥唔好行快啊！行得咁快嘅咪？咁快，大佬，你嚟做啦！華哥，你定定下，慢少少啊！好，謝謝對我的支持，謝謝。几天了，辛苦你们了。谢谢国内的中山那边发生事情之外，马上在医院那边马上跟我做完手术。回来特别谢谢，港岸医院他们所有的医疗的团队，还有谢谢杨老板他们对我的那个照顾。歌手现在那个进度也蛮好的，会尽快，因为他喜欢拍戏的，会尽快服务好了之后会出来拍戏。谢谢。更多新闻资讯，请下载新京报客户端。